我遇到那些一般人都不会相信吧？为什么要一般人相信啊？你知道我以前也是爷爷书法教室的学生吗？好像知道，但一直不相信。你给我进来！不要啊！要学是你学，哎，是你在学校打人，是你需要修身养性，改掉这脾气，为什么变成我要去学啊？ 对啊，学书法修身养性，哎，这样你学了之后不就心平气和，学校再叫你去，你就不会那么生气啦，所以不是应该你要学吗？叶表现，吵完了吗？哪位要报名啊？他。写完抽到的字就可以下课了啊。任秀啊，帮忙发一下。好。忍一忍，快下课了。 抽奖了？我中奖了吗？没有，但是只要抽一张就好了。来，帮我看一下我写的好不好。 这我很难判断。那你手好啊。好啊。知道我想说的吗？嗯。为了赚钱，爷爷真的什么人都收。干嘛打我啦？我的意思是。 很多人也不相信一见钟情，但我遇到了，谁管他相不相信啊？懂了啊，但不要举那么恶心的例子。那恶心。每一种事物存在在这世界上，一定有它的原因跟意义，不用不相信，也不需要逃避。哟，我怎么讲出这么有水准的话？我刚说什么？我爸记下来。你们该回家了。